疑犯是43岁的 McDermott Ermacora，他的前妻42岁的菲律宾裔女子 Raquel Junio。周四早上被疑犯从两人位于宾顿市的家中绑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警方随后将疑犯逮捕，并从昨天开始对疑犯位于 Collingwood 南部的一处产业进行了搜查。警方表示 ，Junio 在被绑架前曾在居所门口与疑犯发生争执，随后被疑犯强行推进一部货车。警方还透露，疑犯并不肯与警方合作，提供 Junio 的下落。Junio 身高5尺2寸，体重120磅，棕色眼睛，留黑色齐肩发。警方呼吁市民踊跃提供此案线索。